我想知道自己能做什么。你会有一辈子时间思考这个问题，别急。黄，不必继续了，我已领略了你的意志。未必。战斗还没有结束。我无意与你死斗，所以你不妨留意一下自己的周围吧。不必困惑，他们本来就在这里，作为我们的墓志铭凝固在时间当中。花，在过去，苏和我向你隐瞒了中烟的部分真相。在你进入休眠舱之前，我们告诉你中烟会毁灭一切，告诉你我们将从避难所出发，建设出新的文明。这一点的确如此。而当你在5000多年前醒来的时候，我们又告诉你，人类的文明已经有了新的萌芽。可那却不过是一种狡辩，一种等同于自我安慰的欺骗。人类的萌芽从来都只有一个，这两代世界的不同仅仅在于起点开始后的变化。起点也就是说，我们的5万年前吗？在我们的5万年前，以及在雷电牙医他们的5万年前，人类的祖先们是完全相同的一组存在，当然，我们自己除外。原来这就是中烟的全能。这就是中烟的全能，轮回星球，清除文明，将一切重置回最初的开端。所谓中烟，即为时间。所以把剑收起来吧，我无意与你继续战斗下去，这对你，对我，对其他人都毫无益处。凯文，你知道我不会如此轻易的让步。你和德丽莎很像。德丽莎？就在不久之前，我们进行了一场决斗。别担心，她如今只是沉睡在一场梦中。当圣痕计划完成之时，她也能和你们一样在新生的世界自由生活。你们终究没有力量，当然，我也没有。我想知道自己能做什么。我的力量，就是向你展示这个时代的人们，
他们愿意为自己所相信的东西付出什么。啊，难以落实的信念不值得你如此坚持，更何况他们的前路也绝非明朗。凯文，在我看来，每个人的前路其实都一样混沌不清，一样绝非明朗。就像五万年前的我们，只靠着徒有其表的力量和难以落实的信念，不也将文明的火种留到了今天吗？既然我们可以，那我们所守住的他们不仅可以，而且只会做得更好。话空口无凭。我知道，正因如此，凯文，我的战友，正因如此，浮华才会成为你的敌人。我明白了，如果这就是你的选择，那便来吧，浮华。我不会让这一战成为你的止境。浮华，我向你承诺，你将身处一个没有崩坏的世界，而你所相信的人们也会得到最好的结局。到时就用你亲手为我们逝去的时代立下一块合适的墓碑吧。我以为你并不乐于介入此事。谁知道呢？毕竟，又有谁会不喜欢勇敢的少女呢？